这都是柳杉吧。我们现在走的是上环线，像仙境一样，有没有？其实有点像那个健行怀古步道的树，只是没有那个苔藓而已。哦，原来我呼吸困难是因为口罩。怎么有这么高吗？这样子全长几公里？没多远啊，我是没有看啊，但是大概一个小时内就走完了。哇，好喘！往上拍就很美。哇，后面有人有跟上吗？是哦，现在没有人，不是拍照吗？哦，好，那我们继续走。他们走轻松版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走的是深度版的。因为他们拍照需要更多的时间。对，拍照比较需要时间。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比健行怀古步道漂亮，它很像日本哪里，秋山乡，你知道吗？哼，搞不好五九岛魔法森林也是这个样子，像仙境一样。秋山乡它是有两个地方可以进去，一个是在长野县，一个在新舄县。我是从新舄县进去的，那边是号称日本秘境中的秘境啊。挥挥手，我的团员来了。凯叔果然是脚程快，年轻就是本钱。这根本神木等级的啦，好大啊。台湾扁柏杉木红块柳杉，对吗？看起来就像柳杉。好，先录到这。